28岁无线小花大祖儿近年在综艺节目上靠之余，上年仲在剧集《青春不要脸》担正女主角，有咁嘅成绩一定唔少得观众支持啦。所以祖儿都相当识做，为咗庆祝出道5周年，最近激刊公开索爆3点式，除咗睇到佢条逆天大长腿，仲要有正面相。祖儿未露事业线，对比起平时密实打扮，这个大解放即刻俾网民大赞禾杆冚珍珠啊！不过咁嘅靓相竟然都有人攻击，质疑 Joey P 图，话个人有冇可能咁长啊？觉得佢 P 高咗自己，拉长条腿，仲有人笑佢着阿婆底裤，身材冇料到。今次 Joey 就忍唔住出声，隔一日即刻铺片反击啊！着住背心仔同热裤喺度假屋周围走，全程狂 show 无敌长腿，话自己穷得只剩下腿，唔好再话佢 P 脚啦，仲话见大家又话大又话细咁，佢自己就觉得好大啦，间度假屋啊！今次直线抽击 haters， 其实大祖儿出晒名系长腿女神 ，IG 大把 show 长腿嘅福利图，佢仲系圈中高妹之一，官方身高有成1.71米噶，咁嘅高度啊，条腿长啲都好正常啊！睇翻祖儿张比基尼相，点知长腿呢个优点，几时再 po 靓相俾我哋睇啊？